他慈善又看点，姚晨产后复出秀身材。尽管明星们拼组合拼着装，不过媒体最期待走上红毯的艺人非姚晨莫属，因为这将是他产后首度公开亮相。当晚姚晨果然不负众望，小黑裙、小黑鞋、小手包，品味依旧。而最令人惊喜的是，这小身板更瘦成了一道闪电。因为从上个月开始就进入健身这个环节了，因为后面也快就要恢复工作了。现在有的小孩确实出门就更艰难了。有更多的理由可以宅在家里头。露香肩、露美腿，产后的姚晨女人味儿更加浓郁，而这三个月不到就迅速恢复身材，更是让她直接晋升到了辣妈行列。就连好姐妹舒淇和邻居李小璐都称赞不已。我刚刚跟她打招呼了，她很厉害啊，她生跟没生都一样，还是那么漂亮，很棒。她恢复特别好。我不相上下，因为我们俩邻居，对，所以经常互相看。估计网友们看大姚这体型会纷纷发帖求秘方吧。乐翻天北京综合报道。